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我不但无甲 Amy 动，顶多甲鼓励，叫伊放手去做。啊，你着伊你带的权利吼，拢放予昊天啊！我敢毋免替 Amy 小拍算者？我就是看袂惯是吼，你对因家弟安尼大细心啦。我吼着甲 Amy 讲，叫伊替伊家己的后路加想一下啊，较毋免以后吼去用乞食看庙公，风雨出去的时阵哦，才要哭无目屎。爸，这次的 BOT 案，我是用我经营百货公司的名义去跟金大方合作的，所以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杨家。要不过昊天就不一样了，他是用我们伊利达总经理的身份去替李有志做保的，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查，那是会去动用到我们杨家的根本。你现在不然不怪昊天说做事欠考虑，反倒来怪我，这比我讲欺负昊天。爸，你安尼是非不分大细目，这口气你叫我咩吞得落去？好啊啦，你安尼母仔囝安尼哦，一人一句，一人一句，安尼乱到一个厝哦，厝挂咁要压去，对咱厝有什么好处哟？我你讲，阿伯哦，你若伫外口咧投资，有啥物代志处理袂好势，家己伫外口处理就好，莫搁等下厝头咧乱。爸。现在这个 BOT 案头已经洗下去了，要退出也已经不付了。我要知道，不是说爸你是不是同意跟我投资这个 BOT 案，我要知道是一个你。 Amy 姐，同样的道理啦，授权书昊天也已经签下去了，现在要收回来也不付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还要再告说是谁拿到这个 BOT 案，非得都是杨家的嘛。我们杨家的人在说话，没你插嘴的份。爸，你若真正讲无要追究，你又会利用昊天去帮助李有志，安尼袂要紧，你着莫怪我讲无带两手足亲情。我感觉绝对袂安尼着准拄煞，我绝对会甲昊天坐甲底。这嘛未歹，哦，阿伯，我明仔载要去婚纱照哦，想讲你敢会拨一寡时间，啊，咱做伙去几张啊合照，安尼会做纪念，你看好不？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哈，如意啊，你这建议啊真有意思，哦，明仔载我就安排一个时间，啊，看几点要翕哦，我再来婚纱公司一转，啊，谢谢阿伯，容易点啊。哦，辛苦啊！啊，我交代恁去送新娘饼，拢有送到位无？有，真正就忝的。啊，要结婚的人家己唔去送，佮叫我去送，人看到佮俩总讲我佮要结婚呢。春春，你哪你讲啦？啊，你佮要结婚，我是要安怎？来嘛啦！啊，你就知影，春春较紧领情啦。啊，讲话欠考虑哈。啊，对了，春春啊，啊，恁哥甲如意明仔载要翕这个婚纱照吼。啊，你都有婚纱照的经验嘛？你来到处一挂注意，互恁哥因参考看卖。我无意见，嘛无用啦。啊，对了，阿伯，阿多姐，我唔是讲想要约你明仔载讲做伙去几张合照做纪念。我是想讲哦。那总共咱个一家伙啊，迄一张全家福做纪念，安尼感觉应该搁较好，你讲对吧？嗯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如意啊，你这个建议啊，搁较有意思啊。我呢，哎，纯粹来话啦，明仔载立马来婚纱公司一撮哈，啊，咱大家做翕一张全家福来做纪念啊。爸，我无想要去。爸，真实嘞，我明仔载搁有门诊。我恐怕无倒去的，就是啊，我到来发平常时上班已经有够无闲啊，
拢已经替人送喜饼啊，即马连喜姐的婚纱照嘛要阮做背景哦。叶如意啊，小哥被冲着问的是无？纯纯啊，你哪安尼讲话啦？人如意是好意呢，咱厝内都要加一个人啊。我当然希望会当甲家己的后生、甲查某囝、吼，还有囝婿、甲新妇，大家做伙翕一张安尼全家福做纪念。敢讲厝里有这种喜事，你甲台湾都袂当少配合一下。爸，我知影啦。那呢，我会安排时间，明仔载我就带春春去婚纱公司跟你会合。许来发你。好啊啦，我翕一张相也袂欠一块吧。阿母。来呀，买只爸的手机啊！好，翕相就翕相嘛，规日嘛无人规定翕相一定要笑啊。前女友要跟人结婚啊，你吃醋啊？哦，你是不是想要过去跟伊做翕相啊？你是想去倒位去啊？我是咧建议，我是咧生气。不管咱怎做倒去，要稍微行到一步。咱又干怎？伊卖俩总讲伊穿新娘衫，着花都是咱难解的。你想着办法，可以离开这。当然万无，毛是伊俩出来家己想啊。你给我站在那做啥？要翕相啊？那不紧过来。爸，我在家，你媳妇比你上重要位置，你管到是我的。是啊，我去帮伊啊。爸，我感觉咱安尼坐几排哦，这画面无好看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咱分做两排，啊头前的坐，后边徛的，安尼画面较水啦。新娘啊，对构图阁真有概念哦。诶，当然了哦。啊，我这未来新妇也是画家，伊当然知影啥物款的画面上好看啊。啊，我咱就分做两排啦，啊。谢谢来访，你坐迄边啊。那用安尼啦。啥都袂用诶，不管安怎，我就是爱坐伫爸边啊。既然要去全家福，那呢，志强，你甲春春哦，就甲阿伯做伙坐。啊！我跟徐大医师徛在后边。蛋姐，我不准你跟雷爸徛做伙啊！无，我跟如意徛后边，会用的无？哎，无啦无啦，这个啊，这边哪用你啦？啊，今日主角是你跟如意，当然是恁两个跟我伫头前坐啊。准准，你跟雷爸啦，徛在后边啊。爸，动作较紧的，别拖时间啊，来。来，我笑起来哦。我相信，我一定会当予如意幸福的。以后特别甲春春，还佮徐来发住同一间厝，是要安怎做伙过日子？为即马开始，春春一定会逐工玩袂煞，爱面对如意，佮爱面对春春。叶如意，你莫了准讲穿新娘衫坐伫遮，一切就会顺利的伊，我无可能让你遐尔好过。后壁两位爱笑一下哦。穿新娘衫，就当变做阮哥的太太了。我甲你讲哦，就算你有法度翕婚纱照，并无表示你有法度行入去礼堂。
你放心，我会给好恁看。较早又叫做偌善良、偌体贴的，伊即摆骨架总是说出来吼，开始要对付我。你现在我真正有够厉害。我若是有你遮尔厉害，我之前的人生就袂互你害到遮尔凄惨啊！晨晨，我无想要甲你冤，你哪能够糟蹋人？你免管遐尔无辜啦！你若是无想要甲我冤，你拄则是在创啥？超过伊叫我甲来发徛伫遐后壁，无你即摆廖尊公，等下换你咧做主人。迄全家福本来就是有大有小，做哥哥的甲阿嫂坐伫头前，恁伫遐后壁，这阁有啥物问题？你莫袂见笑哦！你就还袂跟阮哥结婚，你个个是大嫂。不管你要接受无，我要甲志强结婚，迄是袂阁改变的事实，请你慢慢开始惯习。啥物袂改变啊？伫你还袂结婚之前，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？是啦。艾米、碧志强到最后一刻，婚约是结不成。我甲志强是真心相爱，阮两个婚姻不是用欺骗的。咁真实嘞？你敢真是一点仔拢无欺骗志强？那了我甲你的代志，啥阵你唔敢甲讲？这就是欺骗。你甲艾米拢同款，对志强无老实。艾米若无应该结婚志强，你敢看无？我会欺骗志强，迄是为着伊好。我无想要引起陈家风波。你了准你继续要陈家，即马表面上的平静，阁会当维持偌久？阮丈人伊的笑容，阁会当有偌久？叶如意，你若想要安稳过日子，你着较乖咧，莫比一寡有话无话出头。迄台看恁啊，许来发，陈家唯一的后端是你，心机上重人嘛是你，你莫把所有责任拢撒伫我的头壳顶哦。我甲志强绝对袂阁受到恁的影响，我嘛袂阁退让啊。许来发大意是，应该较乖的人是你。李亮，这个是阮饭店哦，为了婚宴所设计的菜单，嘿，恁会使参考看卖。嗯，随时有啥物问题时阵，拢会使改滴的。好，多谢啊，经理。没没没。志强啊，如意啊，这菜单恁看卖下咧，看有啥物意见无？菜色真澎湃，啊，山珍海味拢齐全啊。如意，你看卖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改。我嘛感觉真好啊。海生，我请坐。好，好，来。咱就是名嘛好嘞。喂。好，你看这。啊，你小心点。阿伯，志强，啊这菜单哦，恁看定着好，我拢无啥物意见，啊我去边仔接下电话。好，边无用。是了。哎，喂。喂，阿爸，我即摆请安呐。我知，我知啊。如意，什么代志？爸爸还佫电话说，阿杜姐已经送去病院急诊了。送急诊？那这也唔对嘛？志强啊，如意啊，啊，这是最后决定啊，你若是无什么意见啊，咱就安尼决定啊，好饭店来准备。爸，啊，如意的工作室哦，临时有一个重要客户要来拜访啦，所以可能要先离开。好，无要紧，你去无用啊。哎，这个菜单若是决定了啊，你若无什么意见，我再叫志强提给你参考。多谢阿伯体谅，阿伯，谢了。啊，谢你啊。好，我你再另外写一张。
叶小姐，这安怎？爸爸安怎？我嘛唔知呢。你还阁是先入去听看卖医生安怎讲。情形即马到底安怎？你先莫紧张，你囡仔的病情已经暂时稳定落来。经过阮初步检查的结果，阮怀疑伊是因为肝硬化，才一直烧袂停。肝硬化？医生，我的囡仔阁遐尔细汉，伊哪会去得到这么严重的症状？你囡仔较早一直来就是肝胆闭塞现象，恁阁无较早甲送病院治疗。才一直拖到这么严重。医生，那你我即摆要安怎做才对？即摆上好、上彻底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赶紧给囡仔做换肝的手术。换肝？你是讲移植肝脏？那是时找无囡仔适合的肝脏，那安尼我看这个囡仔活袂过两回。医生，我是囡仔的妈妈，那是肝坏，肝可以较硬的。你先免着急。我先给你安排做检查，结果出来，咱再来做决定。医生，拜托你哦。叶小姐，都是因为我无注意在，这袂该怪你啊。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失职，是我拢无宠我照顾宝宝，我无够时间通陪伴伊，我才会去耽误着伊的病情。代志总算无用煞，唔知影是毋是咱摕到资格标，我真足期待呢。我嘛希望会当摕到资格标啊，来着当消除外口对我遐个谣言，大家嘛会阁对我有信心。阿公嘛唔免阁为着周转哦，早上到安尼辛苦。阿天甲小轩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买点足欢喜。小志，是。小轩，你去买物件啊？阿天阿天伊巴肚枵，去买一寡伊爱食物件，你真足体贴个呢。好了，开始，别甲小娟滚生笑。阿妈，你甲这物件哦，摕去给阿东吃。我一个话想要甲小娟单独讲一下。好啊好啊，哎，明仔好啊，多谢阿公。有事，你想要甲我讲啥？是阿东的代志啊。阿东，敢愿意接受开刀？这件代志，其实我嘛唔敢讲问伊啊。我认为，只有开刀，才是一条容易行的路啊。我知影。阿丽，你敢真正会关心，要面对阿东手术了后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？其实我早就已经想了足清楚的，就算讲手术的失败，我嘛愿意照顾伊一世人，绝对袂后悔。谁讲？其实我上加烦恼的是这点。虽然讲阿忠是我兄弟啊，但不过你嘛是我小妹，这关系着你一世人的代志，你是要想清楚呢。有志，我知你真关心我，但不过你敢袂肯跟我讲，什么叫做爱？我自细汉。就伫迄款环境长大汉的，逐天所看到的，拢是阮妈妈为着要得到爸爸，安尼用心计较，冤家扭债。你讲，这敢叫做爱？所以，我根本都唔知影什么叫做爱。我甚至认为讲。爱一个人，就是一定要得到伊。所以我真正就爱大方的时阵，不管伊安怎对待我，我嘛拢愿意忍受。因为我想讲，到最后一定会接受我的。
不过结果嘞，我得到啥？伊得到我家长熟悉，虽然讲过程发生真侪波折，也毋过伊得到即嘛，我才知影啥物叫做真真正正的爱。无需要甜言蜜语，嘛无需要山明海色，也毋过着心甘情愿为对方牺牲，嘛希望对方会当过了幸福。有志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重感情的人，你甲可心嘛是经过一段真坎坷的路。才能行到今仔日啊！假使讲我甲阿忠的代志，若是发生在你甲可心的身上，感觉你袂为可心牺牲，你袂照顾伊一世人。所以你毋免为我烦恼，不管是啥物结局，我拢愿意承受。而且一世人。我嘛会感觉足快乐，足幸福的。阿姨，阿爷永远支持。多谢你。拢一定会替你想办法来救你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妈咪会陪你做伙渡过这个难关。如意，志刚，宝宝今摆情形安怎？你敢会当管管我宝宝？会。为什么？我有鼻心肝炎，我袂用管管我宝宝。啊，今摆要安怎？医生有讲，若是要活体捐肝，得五点钟以内，所以我较紧想办法，看会用个找到符合的人无。啊，若无，都要排队等候，往生才会捐精。啊，不过即摆宝宝的情形足危险的，伊毋但是一直发烧，而且反应嘛真严重，人的进出时间袂用搁等啊。那你要赶紧找到符合的人。啊，对了。你敢有啥物亲戚朋友会当拜托？我这几年拢是家己一个人伫生活，根本就无甲啥物亲戚朋友往来。宝宝的爸爸，应该是上适合的人选。如意，你是不是伫考虑我的心情？你无必要考虑这啦。即摆当救宝宝性命上要紧啊！如意，你是搁在考虑啥啦？只要宝宝的爸爸会当救囡仔，不管安怎，咱来想办法拜托伊救宝宝。我不爱，宝宝的爸爸是这么无情的人。当初是伊知我捌在内底有宝宝的时阵，伊搁想尽办法叫我甲伊提掉。而且，无你看，伊即摆有家己的家庭啊。像伊这么自私的人，伊根本就无可能安尼牺牲，来破坏家己的家庭来救宝宝。也毋过，这总是一个机会，咱试看卖。救伊，敢若会更加绝望。我若会想到这個，我就感觉我家己更加对不起宝宝。我毋若袂用个予伊一个清醒的爸爸，而且。
我嘛无法度好好陪伴伊、照顾伊，所以即马才会病情变到这么严重。如意，要给我最好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咱两个赶紧结婚，必要时阵哦，先办理登记嘛，不要紧。因为结婚了后，我就是宝宝的爸爸，就是爹吴定清以来，那呢，我就能好好管管我宝宝。这，如意，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咱两个唔但当如期完婚，而且佫当救宝宝性命。志强，你敢有想过？宝宝的代志，恁爸爸甲恁厝内底人拢唔知影。啊，即马远方走出一个宝宝来，你阁要管管好宝宝，这伫个恁家引起偌大风波，你敢知影？为着要救宝宝吼，我无想要考虑遐尼多啦。志强，好啊，如意，你莫烦恼这啦，这所有问题交我来解决。即马只要吼血型会当符合，我就有机会。你甲我讲，宝宝是啥物血型？宝宝是 A 型的。A 型，啊，那呢，我就无符合啊嘞。如意，不要紧啦，你即马哦尽量想办法，看是毋是当人类都有啥物新症无？啊，病这方面哦，我来探听。啊，医学界阮倒较熟，看即马外观的情形安怎。总讲一句话，甲宝宝外观才是上要紧的代志。那呢，我即马就去存吧。如意，你家己嘛要好好保重，知影？我先来走。工作是那边过来，安那有客户找伊是？是啊，因为有人客户真介意如意的话，想要看我啦。真的哈，啊对啦，这个，啊你有甲咱进前决定宴客的菜单，甲如意讲无？啊伊讲有啥物意见无？那是有啊，迄两早讲，还阁会当改啊？唔免啦，啊如意讲，爸你是师大，互你决定就好啊。这个，咱陈家的会当娶到真如意这么好的新妇啊，真正是福气啊！啊，也不过虽然如意讲，拢让咱来决定，也不过咱嘛要尊重如意意见啦。好啦，我会阁去找伊问看卖。你敢知影目前咱国内吼排队换肝的情形是安怎？换肝？啊，你阿向阳跳到这个话题啊？啊，你是有熟识的人需要换肝？是啊，我想讲到时候甲问看卖。哦，啊是你的朋友是？几岁啊？啊是如意讲吼，伊一个晚清的囡仔啦，啊肝硬化需要换肝。啊，是如意的亲戚。啊，这囡仔偌大汉啦？啊，进前是毋是有做过葛西式的手术？啊，是毋是搁复发了？这囡仔袂大济，啊，进前吼无做过任何手术，啊，真无外久才发现有胆道闭锁的问题啊，而且听讲真严重啊，已经肝硬化，所以医生讲我需要换肝。安尼啊。那是细汉囡仔有这种镜头，可能是爸母失注意造成的。那是还袂大细囡仔，都肝硬化，啊，这就非常严重。那是无肝硬化肝，可能换袂过两回。啊，是啦，如
意，因亲戚讲哦，医生嘛是安尼甲因讲的啦，所以真紧张嘞。哦，这个，啊，你叫如意甲因亲戚讲，莫想要紧张，哈。啊，就讲因配合咱正常治疗的程序啊，来处理比较妥当。啊，你妈甲如意讲哦，叫伊莫想要紧张。啊，伊人就这么善良，一定会对人咧烦恼的，哈。如意是有淡薄仔烦恼啦，所以我才想要问爸，看有啥物建议无？这个，啊，这一般来讲啊，拢会考虑迄个活体移植，哈。啊，是讲，啊，迄个囡仔爸母啊，敢拢无符合这个换肝的条件？我亲像拢无符合的。那呢啊，都要看迄个五顶亲的亲情。是不是有人愿意管？是听讲哦，有人想要管呐，也毋过血缘无合。其实过去伫台湾啊，嘛有移植成功案例。虽然讲爸母甲囡仔这个血缘啊无合，也毋过因为啊，情况非常的紧急，所以迄个妈妈坚持要甲家己的肝管好伊个查某囝。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，真是了。但我这个，你都千万唔通啊！安尼建议如意的亲情，因为这种血型无合的这种器官移植啊，是真危险的手术啊。因为啊，会发生啊急性排斥的现象，接受者随时有可能死亡。所以这囡仔。也是干来当单遗体捐赠也是。那是固定亲依来亲戚，真正无适合的，照规定啊，都要排队等候。要不过，照我的了解，换肝的手术可能要排真久，所以一时半时啊，可能还阁无法度等到适合的。志哥，我看这个囡仔。规气叫伊啊，转来咱的病院，吼，咱家己做彻底检查啊，评估了，比较较会当甲迄个移植中心啊保持联络，咱会当就近甲伊到处去。哦，暂时应该是无这個需要啦，我会甲伊转过啦。假使真正有这個需要，会当转来咱病院。好啊，那有需要再甲我讲啊。对了，志哥，你嘛甲如意讲。叫伊卖为这件代志伤过烦恼吼，啊恁即马都当咧无闲啊婚礼的代志，卖因为这件代志去啊耽误着。我知影，我会甲如意讲的。对啦，爸，啊因为如意哦，啊准备婚礼一挂代志啦，啊所以基金会这边工课哦，可能会暂时先请假一段时间，啊若无我今日两边走哦，会伤忝。好啊，好啊，无问题。专心准备婚礼的代志，较要紧啊！多谢爸，无我先去无闲啊。好，你去无闲。明仔日就要公布 BOT 案审查的结果，这李有志想要出局。安尼，你我平常前都袂过遐尼嚣掰，你嘛顶个是甲你个小弟甚者嘴皮啊？小二是安尼，啊若无啊，想过无天理啊！看遐李友会哦，啊，逐工伫我面头前耀武扬威，阮爸竟然阁无要管，阁愈来愈偏心啦。突然即届哦，要去澳洲办代志，伊嘛要让我去。原来是要叫杨浩天去啊？刘慧是不是要带伊去啊？傲天卡受伤，哪有可能去啊？是阮爸啦，伊讲伊家己要去。啊，就是这点嘛，我想去啦。安尼，你爸是讲阮爸对我已经袂信任。因为你放心嘛，明仔日一过，咱就出一口气啊。来，祝咱成功。祝咱成功。
袂到，竟然是即款结果。不要紧啦，最后咱是赢。想袂到咱真正通过啊，得到资格表。哼，有啥物好欢喜的？四级去摇尾，才搭到这个尾班车。我若是你的，我就更小心。是，你是应该更小心才对啊。因为不管你安怎做动有志，有志到最后也是咱通过审查，这就表示天公伯是有目睭的，天公是疼好人的。可心讲了一点也无唔对啊！不管你用什么少年的步数，拢无用。真阿公，今嘛只有咱两个通过资格标，后面刷来就剩咱两个竞争。点我警告你，莫想要搁用什么少年的步数，来光明正大。拼客为拼事，分一下关家。真好，啊，我那是无愿意的。你若无愿意，我也无咧惊啊。非得不管你用什么少年的步数，我一定会跟你拼到底。李老师，你讲这种话啊，哪有实力的？就是讲啊，第一句话有欺骗，结果咧。嘛是利用你小妹去赛龙昊天，利用我游家的资源来达到目的。你这种欺骗是假的啦。嗯，什么叫做假？你身躯比这下囝，这是假欺骗。你是你讲啥？我敢有讲唔对？金大风，你根本就无半片，你可以是金家的资金甲资源，而且佫卑鄙下流，专门用这款垃圾物来对付人。潘百姓，安怎？这嘛是安怎？金大风。啊！即马沦落到对查某囡仔要起家动手，伊是受过白目欠人架势。李老师，你莫受过白目，你要拿出你资格表通过，就用万年太平。算了，我来拍到你头壳喘。向你头壳喘，咱唔知。可是，来得。阿弟，我敬你。这摆若不是你倒三工哦，这资格标我根本就无法通过审查。别遐尼客气。照你讲哦，我是应该亲身去恁家当面解释一下多谢。咁我搁今日拄到恁姐啊，引起着不必要麻烦，所以才请你出来。啊，害你脚袂好，就行这桩，实在足歹势呢。我规工规日厝内面哦。我应该出来行行，透一下气的。有诶，阿兄嘛爱甲你说一声多谢。变啊，我有甲可心讲啊，这毋是完全为着你。我嘛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甲杨爱明啊、金大风修理一下。有诶，你会甲我知道三公，完全是因为带念兄妹的感情啊，你莫这么紧啦。好的，你这份情，我会永远记在心内。我若摕到这个标案，一定好好经营这个门店，请你这保证人放心。别讲我这严重啦，即边我会替你做保，那是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你绝对会当把这个 case 经营到真好。无你看安尼好无？我若顺利摕到这个标案，门店若起好势，我补一寡大股给你，搭起来你即摆的帮助。好啊，哥。你要给阮偌济大哥？看你的意思啊。阮这边哦，有话啊，真正唔免啊。那也唔免，那伊刚不是甲恁爸讲过啊？这个观光饭店 BOT 案真有厘头，啊，你若是投资还是炒股，绝对无应该吃亏的啊。阮爸若是真正有兴趣要投资啊，连刚找一个机会，甲柚子好好讲一下就好啊。柚子啊，其实这边我甲你斗三工，原因真简单。那是因为你是有会的大兄，在我想法来，我早就把你当作是我的大哥同款。